Hello guys， 大家好，我是钢宝迪，路上又是钢宝迪。然后呢，我准备拼我身后这个巨大龙了。然后拼它之前呢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换你做英雄的这个礼盒。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宽一些的胶条，摸起来手感不错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一本书，比如说这个。然后，总之上面有故事，讲的是什么？这个地方。然后就等等等等。然后这个地方从这个看，这个地方看是金边。好，这里我今天要拼装的，然后看见没？它铁子巨大的，要比我坐的都快，差不多了。
空小侠的这款 LEGO 已经拼装完成了，然后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解说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想说就是这个工程量是非常的大，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细节很丰富，比如说这个炮是可以转的，360度旋转的是可以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360度旋转的，然后后面这个地方你看这还有一个管道连接，就我觉得这点就非常好。还有一个点就是这里上面有一个会活动，这个地方你摁它就会亮，它就这个地方就会亮下红光。最后呢，这个地方有一个螺旋桨，你可以调整一下。如果它时间调成这种程度的话，你摁住它，它也这个灯也会亮一下。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牢笼，就是它是那个门，然后它们两边还是可以活动的，这样敞开的话就这样。这边都是不连接的，而关闭的话就这样，就大牛图怪这样，它本身是可以安在这个地方，就这里有一个黄色，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插口可以连接在一起，然后这里还有一辆巨大的卡车相当于，然后这个可以打开，而且这个翻斗是可以把它拉下来，就像这样。它的这个保险杠的话，你可以往前翻折是吧？对，翻折一下就是往前，汽车也会跟着动。这大概就是那辆卡车如何跟这个基地组合到一起呢？就这边有这三个插口，然后这里也有三个接口，看啊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得先把它展开，然后先把最后面的这个，然后呢，这就是卡车还有这个大基地合并在一起的建造了，就是相当于一个巨大基地。然后这里是大门，然后这是两个炮。这款 LEGO 有很多细节，然后如果你们想拼装的话，可以拼装，然后再探讨更多的细节。之后跟我们关注点赞 everything 也赞，拜拜。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彩蛋，就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拉杆一样，这个你可以把它抬起来，有什么用处呢？里面有一个这个滑轮一样可以转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抽出来，然后就是一个盒子，里面有什么东西的话呢，它里面就都是子弹，这个轮子冲坏，这样挂进去是不能关的，然后把这个拉杆拉下来锁定住了。